大家好，我系 Trisha，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中超第二阶段比赛不对外开放啊！咁北京时间12月9日，官方消息，中超第二阶段嘅比赛咧系暂不对公众开放。咁官方公告就话啦，鉴于目前国内新冠疫情防控形势，为保障人民群众嘅身体健康啦，以及2021赛季中超联赛顺利进行，咁经广州赛区组委会以及苏州赛区组委会研究，现已决定啦，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二阶段比赛系暂不对社会公众开放啊。咁后续嘅比赛是否开放，系视乎疫情嘅情况另行通知。咁中超第二阶段啦，将喺12月12日重启，喺出年1月4日结束。中意呢条片嘅话咧，就记得俾 like， 同埋要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再 share 埋俾你啲朋友仔睇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